姐姐，李亚。我薛芳菲被所爱之人活埋，为何如此待我？江离，这女堂受罚十年。我真的没有。江离曾用性命救了我，我要拿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人生。所以说你的计划。回江家，李傲的罪名我来替他辩。一个罪名就让他知道这个家是谁做主。快将贤孙拿下。他要碾死我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。杀了他，你就是驸马。这桩桩件件皆是血债，我必须上殿面圣陈情。那些害我们的人凭什么还在世间逍遥快活？请苍天见忠奸。你知道你这次面对的是怎么样的后果吗？天道不公，我们的公道我亲自来赢。如果这是天命，我非要逆天而行。凭什么赢我？让他们好好看看我怎么从这一滩污名里踏出去。作恶之人一个都逃不了。你是何人？当朝太师之女江离。我听过一出戏，说给你听听。这沈昭言郎的娘子与人通奸，不料在青城山遇难。沈学士的亡妻和江二娘子长得一模一样。你到底知道什么？你觉得呢？我和你之间从一开始，我利用你回到江家，你便一直在观察，表面上助我碎尸夺魁，背后便一直借我诛杀李氏一门。阿离不仅懂戏，还会做戏。江离想活，你不入我的局，我根本活不久。江离，你是不是入戏了？为了完成我们的洪都大业，棋子不能再留了。我知道你一手担着江山重任，一手要顾及我的安危。如今你自愿入你的局，我不是负累，我想帮你。我把我的命给你，你继续下我这颗人命棋。不管你以后做何计谋，都不要把自己算计进去。这一次由我做你的棋子，看我为你杀下这一局。你我之间殊途同归，这倒是一出好戏，得看。